3倍。这个车呢是。 今天，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对话，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。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。中方当然表示欢迎和支持，因为这恰恰是我们一直期盼和努力的目标。我们希望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 排除干扰，建立互信，克服困难，就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化，以及推进并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，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，能够为此迈出重要的步伐。当然，我们也愿意看到有关各方都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。中国，我们会继续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。